To the city, yeah, yeah, to the city, yeah. Feel like I'm stuck in a trap, rather be playing in traffic, stuck in the middle of the map, higher the rent and the taxes. I've been out looking for substance or something to make me. 面 Costco 鸡面 Yum. 然后今天搭配的是 Money Heist Korea 第三集。工作，所以啊，这次其实来美国我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这个原因呢并不是伊恩，而是我们来参加朋友的婚礼。因为这次伊恩会是伴郎嘛，所以只身为伴郎的 plus one， 就是我就想说啊，我一定要就是美美的出现，是吧？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其实有做了一些小小的准备。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去买了一件新的洋装，长这样子，大家是不是看不出来它的美丽？来，我看我的实穿照在这边。啊，因为其实这场婚礼呢是比较 casual 一点，所以我一直在找一些有没有比较 summery 的颜色或是比较可爱的花纹，但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呢就遇到这一件，就是我觉得它的版型跟穿起来都很舒服，然后就是有简单大方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衣服上面有一些像 bling bling 的 sparkle， 一眼也觉得好看吧？好看。嗯，他当然要觉得好看，毕竟是我穿的。第二个准备的呢，就是有关于头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国怎样，天气很干。因为我是细软发啦，我的头皮容易出油，然后发尾很容易干涩，所以呢，我就想说，啊，安妮，嗯，汤，为了防止我的头发就是垂头丧气，看起来很晒，我特地从香港扛了两个我最近试用到的好东西，那就是这个，这个是 Hair Recipe 他们家最近新推出的绿茶跟柚子的洗护系列。那他们家的产品其实就跟他们的品牌名一样，顾名思义就是用不同天然的食材去做到不同头皮修护的食谱，有点像是帮头发做食疗的感觉。在这边呢，我忘记拍照了，但是真心不骗，其实在收到 Hair Recipe 他们的邀约之前，其实我本身已经在用他们家苹果跟生姜的那个系列，选了那个系列其实是希望可以让发根强韧一点。那用了一阵子下来，其实我觉得也蛮喜欢的，所以受他们的邀约的时候，我就说来快来，有点浮夸了， I'm sorry。 先说一下我的发质好了，我本身是油性的头皮，细软发，然后天生的发量就比较少，所以其实我现在不太去做漂发了，但是因为我还是会染发嘛，所以其实发尾的地方都还是会有干涩的状况。综合以上呢，其实针对 hair care， 我自己很注重这个东西用起来是不是够清爽、够蓬松。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经验，就是有一些去油力很强的 product， 他们用完之后的确有去到油，但是也会让头发变得就有这种干干涩涩的感觉。那这款绿茶柚子的新系列跟他们其他的 product 一样，都是主打一个先净后护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先把头皮里面那些脏脏油油的东西先清掉，然后呢再为头发注入新的营养。那这次这个系列呢，添加了绿茶柚子精华，透过绿茶精油跟柚子保湿的天然食谱配方，一方面可以让头皮既舒缓又清爽，另一方面在下半部容易干枯的地方还是可以做到很好的保湿效果，所以就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油性头皮啦跟干枯的细软发。这个选片我觉得我大概一个 pump 之后就可以抹出很多的泡泡，然后它的泡沫是属于很细致的那一种，洗的时候头皮会有一种就是凉凉的冷脆感，然后会觉得哇很舒服很清爽，味道是属于有一种在树林里面漫步的那种清香，很疗愈。另外要特别介绍的就是这个发膜，你看它就这样子小小一颗，非常方便，真的戴着不会错啦。之前的习惯我都是洗完头之后就直接上发膜在下半部，因为就是怕你知道上面太滋润，但是这一款呢它是清爽到你可以从头皮开始就上发膜的，你没有听错，它是一个可以用在头皮的发膜。
这款发膜的质地真的很水啦，然后可以瞬间在头发上化开，然后它吸收的也非常的快，比一般的发膜还要更容易清洗，你会立马感受到你的头发变得很滑顺，很有光泽，很像头发怎么突然吃了补品一样的那种开挂式的柔顺。大家如果最近有在想要试一些新的护发小物的话，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个新推出的绿茶跟柚子的系列。现在来到每一天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的晚餐要吃什么呢？吃披萨。我现在的美好的想象是我们买了那个披萨回来之后，可以把我们前几天的那个 curry 拿来当蘸酱。现在来的地方是 Ranch 99，我们其实打算明天去海边煮个火锅之类的，所以然后今天先来买一些火锅料。没有，你想吃挂包吗？中秋节快到了，开始卖月饼了，满坑满谷的月饼。I'll be there in 15, baby.时间 Costco 大餐 Costco 啊，我忘记洗手啊，我洗了一个 cheese， 一个 pepperoni， 然后还有一个 hot dog。hot dog， 嗯，这丸子真的不错哎。嗯。有一件要告诉大家的事情，这很重要哦。嗯。要喝 Costco 大家 Costco 的。Onion 已经回来了，你只要问他们你的 hot dog 可不可以有 onion， 他就会给你 onion， 不错。 OK， 솜씨가얼마나귀신같은지한동안돈이없어진줄도몰랐다잖아。Good morning, everybody. 哦，其实已经不是 Good morning 了，现在是 Good afternoon。现在已经下午大概2:30了，因为我前一天其实大概到早上5:00才睡吧，就有一些工作上面有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我就弄一弄就五点了这样。所以可以说呢，我来这边5天了，我还是没有调好时差。最近工作上面的确是比较多挑战，然后我今天早上其实8-9点的时候又惊醒，然后很怕自己好像 miss 掉了什么这样。然后我发现我整个人就好紧绷哦，就有一种啊、哦、好 overwhelming 的感觉，然后就突然之间整个人状态很差这样。Ian 今天早上去公司，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吃了午餐，他刚泡了一杯咖啡，对，然后我现在整个人有稍微比较平静了一点，对。然后其实我今天在楼上一直就是躺着，然后他是用什么吸引我下来的呢？那就是他很大声的放了 Seventeen 的 playlist， 然后我就这样啊起床。讲到这个呢，其实我昨天跟 Ian 就是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然后 Ian 就突然就说，哎，你知道这个其实就是日常吗？如果你搬来这里的话，这是我们的日常。哎，两个人各自工作，然后呢下班去逛超市，然后买材料回家煮饭， blah blah， 我就想好像也不赖。
现在是大概6点钟，然后我第一次走出家门，然后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也不是说天气不好，是空气不好。你们现在可能看不到，但是现在哇，这个空气可以闻到有一点烧焦的那个味道，你知道吗？这个是今天的空气图，然后紫色是最糟糕的，然后再来是红色，再来是橘色，就是正常来说应该是要绿色的。今天的空气有多么的差？很差。Oh my god！ 你看得到吗？这个不是玻璃的脏哦，这个就是单纯空气很差。留一手的底料，我特别买的和牛，吃多好，看我们。你这个想要怎么切葱花吗？还是？ I'm happy on my own, 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Fewer dishes to be done.I'm never run behind. You're never on my mind. No longer there to make me comb my hair, fix my tie, or kiss me goodbye. Swear I'm happy on my own. No one to worry where I am.Oh, waiting for me to come home. Staying up till 3 a.m. I'm always out on the town. You're nowhere to be found. And when our song comes on, I just I'm alone.Yay, 成功！我跟大家说，森比亚吃火锅吃到一半还需要去开会，太忙了。喝酒还是喝哈。